是我管教不周，还望捕头海涵。算了，念在你是初犯，我这次放过你，再有下一次。捕头放心，绝对不会再有下次。 过来！你是一天不惹麻烦就浑身难受，是不是？你那么凶干嘛呀？我不就是贴个广告吗？还敢顶嘴？来，你打！哎，去哪儿 ？Market Research。 说汉话，不许卖弄胡语。就是去看看你们这些出土文物是如何招揽生意，都是什么菜啊？回来。又怎么了？我是真的不会再犯错了。后面跟着。这个就不劳烦白总您亲自出马了，我自己去就行。钱呢？没钱你拿什么试吃？ 粉肠羊血，给我来一碗。好嘞。 限你在日落之前把衣服上的粉肠羊血全部洗干净，否则要你小命。没人性，虐待狂，就会欺负女人，算什么男人？累死了，好饿呀。 带了点吃的，要不非得饿死在这不可。啊，要是有碗汤喝就好了。 也没人呢，谁干的？跟你拼了！还敢吃？我。
哪来的？哇！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你给我留点。哦，香，真香啊！嗯嗯，吃饱了？饱了，饱了。好吃吗？好吃，真好吃。得把钱结一下。小娘子，以后什么小娘子？我还没有男朋友呢，叫小姐姐。我看盆中是男子之物，以为是你夫君所用。白一鸣，你让我受此奇耻大辱，我以后一定要以牙还牙。哦，原来小姐姐那么可怜呐，怪不得饿得那么惨不拉几的。哎，要不这个样子吧，以后呢，我就跟着你，你走到哪儿，我就走到哪儿，我护着你啊。就这么定了。定什么定啊？哪凉快哪待着去啊！我还没问你呢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在这干嘛？本人钱多宝，长安人士。自幼家境贫寒，父母早亡。丧！你也不看看你面前是谁，敢在祖师爷面前说谎？啊，姐姐是神算子呀！那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是在这个林子里面吧，找一些珍稀的果品。什么珍稀果品？还吃吗？哎呀，现在都不重要了。我觉得吧，比起你那个鱼汤啊，那简直是云泥之别呀。那是当然，我可是有名的美食博主啊。什么博主？哎，你那手别停啊！哦，洗完赶紧走人，我一大堆事儿。哎，那不行，咱不都说好了吗？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的人了，你走到哪儿，我就走到哪儿。什么我的人？你没有搞错啊？你难道他是电视剧中的落魄太子？不幸遇难，等我相救，一眼便爱上于我，最终重回朝堂，登上万人之巅。那我就是皇后了。小姐姐，我钱多宝今日对天发誓，我对面的小姐姐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定当效犬马之劳，一生追随，只为求得每日三餐，吃遍天下。小姐姐，求你了。OK， 和我玩跑得快是吧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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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哎呀哎呀！婉儿。